天地。二拜高堂。起。夫妻对拜。送入洞房。你终于肯看我一眼了。你吹的调子好像有些哀怨，我觉得不太适合今晚。怎么？有心事吗？现在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分享。如果你不想提的话，那好，那我就不提了，我们可以说点别的。你知道吗，在那么多相亲的照片当中，我一眼就相中了你。不胜荣幸。你看你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，是不是嫌我模样不够俊啊？还是嫌我身体不好，常常会生病，不适合生养孩子啊？要不然就是你嫌我比你年纪大。说说你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是什么印象啊？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我喜欢你穿学生装的样子，英姿勃勃，一脸朝气。我跟我爹啊，为了这事儿闹了好多次了。我也想去女子学堂上学，我爹他不肯，怕我学坏了。你跟我说说你们学堂的事吧，我可喜欢听了。来，喝杯茶。对不起，我累了。生，我们已经拜过天地了，就已经是夫妻了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，没法改变了。不管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这日子总要过下去啊，你说呢？理论上说我比你还大几岁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姐呢。在这宁王府算我最大，就连我爹都要听我的，
所以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事实上你也并不吃亏，几年前爹在徽州动工盖了一处新园子，近日已经竣工了。这园子原本就是要送给我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娘坚持要我入赘王府，难道就是因为这个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接着说。你知道我有多么用心良苦吗？之前爹就问过我，想给新园子起什么好名字，我想到了你。想到了我？嗯，将来你是那座园子的男主人，你姓乔，所以我做了决定，就叫乔园。乔园？说穿了，让你入赘只是爹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我受过西洋教育，对这点其实我并不在意。等将来我们搬到那儿去住，就等于是自立门户，乔园就是乔家，将来咱们的子嗣也还姓乔。